天奥公司生产19公斤、10公斤、5公斤系列的花岗岩冰壶，由国产精细颗粒天然花岗岩精加工而成。2016年10月，天奥公司专利产品陆地冰壶亮相首届北京冬季运动博览会，受到奥组委领导高度肯定。2018年，可更换工作面陆地冰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，可根据用户冰面的实际情况，为客户量身定制不同工作面、不同重量的花岗岩冰壶。天奥19公斤万向轮陆地冰壶在仿真冰板上滑行。天奥可更换工作面陆地冰壶在液态冰上滑行。山东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陆地冰壶首次亮相省级比赛，便使用了天奥公司生产的万向轮花岗岩陆地冰壶。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陆地冰壶首次正式进入国家级比赛，天奥花岗岩陆地冰壶在进口仿冰板上滑行。在2020年河北省冰雪运动会上，张家口陆地冰壶总决赛、东部赛区秦皇岛预赛，均使用天奥可更换工作面陆地冰壶。距第二组练习结束还有30秒。到目前为止，天奥花岗岩冰壶已经出口美国、英国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等国家，以及港澳台地区，在全国各地广泛使用。天奥公司愿与社会各界一道，团结并进，务实创新，把冰壶事业不断推向新高度。